各位领导、朋友，很荣幸第一个发言哦。那我今天谈的是长明建筑，平常反性家，那可能是太平常了，所以大家并不在意。虽然我们在灾区协助重建的工作，但是灾区的工作并不是解决灾区那个位置、那个时间的问题。其实是解决我们一般平常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平常百姓家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改革开放30年，我们农村呢盖房量大概是城市的4倍以上。诸位可能很惊惧于这个城市建设，中国城市建设的那个数量跟那个规模，但是请你节省一下你的惊奇，在农村发生的事情，诸位没有看到，更令人吃惊，盖了4倍以上的房子，大部分的农民呢，盖1次到2次的房子，沿海的发达地区呢，他们可能盖了第3次的房子，这个是。农村的这个问题只有从太空看得到，平常因为他们房子都是很矮，一排树林就挡掉了。这个画圆圈的就是我们的村落，这是我们在河北平原地区看到的一个景象。也就是说宅基地呢占用的耕地是非常大的，现在有一个18.5亩耕地无限的这个限制在这边，那我们城市发展要土地，各种开发要土地，那这时候势必要调整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增减平衡这件事情，迟早必须面对的课题，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农村的土地重新整理。那这样的一个自然村，过去30年的发展，它扩大了好几倍，但是呢，现在大量的人口外移，面临都是荒废的。自己占的土地是很浪费，所以势必要做适当的转变。这是我们在河南开始做的一个项目。像这样500到1000户的这种村落呢，叫做中心村。包括河南省听说这个将近做了10000个村子，准备做，但未必是实际上能够执行。10000个村子是什么意思？等同于英国。所有人居住在里面，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。全国各地如果这样做起来的话呢，这会是人类文明以来最大的地貌改造运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，虽然我们认为它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但是它有多巨大、多严重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农村的建设呢，基本上来讲，大部分没办法解释，它是一种私欲。私人的一个状态，这种房子，这是在河南很普遍的农村里，看起来好像不是明清古宅，其实不是，这房子非常好，大部分是在80年代盖，也就是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开始有钱盖这些房子，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那个，但是那是非常穷，可以盖这种房子，随便一道墙都非常认真的。做起来，哪怕是堆一个小小的也是都有模样有样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在农村看到的都是盖造房，而盖刚才那些房子漂亮房子的人呢，现在就在盖，都还在你眼前走来走去啊。然后专业者介入以后，这一定是设计院做的吧？是我们这些建筑专业人做的，农民不会规划这种房啊，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样子，如果我们的农村都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个是一个灾难。我们不经意的画了这个所谓的农村的标准，其实我们成了一个刽子手，抑制农民创造力的刽子手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想一想。好了，问题在哪里？我们现在的建筑的专业者受到现代建筑训练的，可以盖上面的，但是下面这种
跟传统的农村的房子非常精彩、非常丰富的房子，是我们这些专业者委托，是吧？是那些大妈，还有农民弟兄们，他们的千百年的经验，他们的劳动力，他们的聪明做出来的。我们为什么现在的设计、现在的设计师、现在的设计理念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？这个是源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代文明对设计的训练基本上是这个观点，强调是个人，忘了那位大妈的存在。那大妈的力量怎么样加到我们设计的领域里面来？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挑战，也是我们解开这个结的一个观念。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些看法，也是我十几年来在从事这个工作当中总结出来的观点，但不一定是唯一的解决之道，只是提供大家的参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设计者在这个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，他要相信自己只能做我的这个事情，不是做全部的事情。我们只是搭建一个平台，但是这个平台呢，必须有非常完备的思考，它可以让居民能够做，能够发挥它的创造力跟那个劳动力，那这个平台是具备哪一个特性呢？一个必须有开放性，另外它必须简化，简化这个概念可能是短时间的，在这个过渡期当中，我们必须做到，因为我们的技术都是新的技术，材料也是新的材料，农民怎么样掌握这件事情呢？简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在这种条件之下，农民他们的创造力才能进步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互动性啊，互为主体性的这个设计概念。这个是我们在农村里头，还有在四川灾区里头做的案例，就是说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钢架。这钢架其实跟我们传统式的构造其实是差不多的，那个施工方式也差不多啊。那在这个框架里头呢，你可以用各种材料就地取材的方式来盖你的房子，所以这钢架它本身还是要弹性啊，这是所谓的开放性，这样才能有办法你做少部分的事情，能够应付多样化的一个需求，反映多样化的一个地方的风貌。传统的工艺也可以第二天，它的弹性，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在青川做的，今年没有钱呢、我只做一楼，那过几年有钱了，他继续把它完成。其实我们传统式的构架就具备这种的条件，这种开放式的条件，它提供一个可选择性的东西。简化够了，当然不讲。我们现在的生活改变了，材料改变了，新的观念、新的做法。这不是通常的方案可以接受的，所以我们推动一个新的一个建造方式的话，简化他们才能够掌握的啊，这些是跟工作权啊这些事情相关的。但是我们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呢，这个部分是完全是没有的。我们要说农村里头它的可以互相帮忙的这个优良的传统，你如果没有让它简化的话，他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生产技术跟生产工艺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互相帮忙？这个一个例子，我们把一个金刚结构简化以后呢，它只要混凝土砖就可以。这是一个参考案例之一了，我们做的参考案例。为什么很多人会怀疑说，你为什么用金刚？大家注意啊，钢材比我们的水。我们的瓶装水、包装水都还可以，这种像我们用这种高级钢啊，一公斤差不多五块多，你可以买到一公斤的矿泉水嘛，啊，比青菜萝卜都便宜。所以用这个用钢构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，它你适当的简化以后，它的成本可以降到很低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灾区协助他们做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你看一般的传统做法。而且是非常环保的，但是金刚体系的建筑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昂贵的，非常昂贵。当然，它的工艺还有各方观念上的差异。
这是我们的一个实际做的那个做法的那个图画，看起来都是用很简单的工具，快速的就做起来。那我们所谓的简化，并不只是说工艺上的简化，它的生产过程的简化。所以我们一般现在你要盖那个金刚的那个房子啊，国际上一个工厂呢，里面投资几千万是不可能，它几万块它就可以做。就是说这个产业可以落实到社区，这是我们在台湾前几年那个八八水灾以后，那个有个单位委托我们做，大概有1000户的13个部落，所以我们在那个灾区呢建立了一个简易的工程，那这简易工程一年做个2-3千户是没有问题，可以很有效率的做。这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那个生产给简化。我们现在举几个实际的项目，这个是在阿坝州四川的那个阿坝州的那个羌族的一个村落，这是他们传统的房子，下面那个是传统的房子，上面那个部分规划设计，按照是土地做的，也不是由村民自己动手。等一下我们有小短片可以看一下他们怎么做的房子啊。那刚盖好了以后，他是用传统的方式，砌石头的方式，自己做，还有很多的旧的材料都可以用上。所以这房子呢，看起来大体上一样，就每一间都是不一样，很多都是用旧的材料。所以我们这个一平米呢，做起来大概做劳动力自己的话，会超过600块钱。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在台湾的八八水灾的这个项目，因为捐助是有限的，所以它只是做核心的那个部分，你看那个黄色的那个部分，其他的部分是他们自己可以增建，像这个完成的是这个样子，其他部分预留了很多的接口，它可以增建，可以改变。这个是房子。交屋的时候，这是房子，这个才是家。他们经过加工以后，这个才是家，不一样，没有不一样，很丰富的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。这个才是家。这个项目更特别，因为它政府不承认它是灾民，但是他们交屋的问题，他们爸听到他们的很多，长时间必须在平地。所以他们募集了大概是1/4的款项，盖房子1/4款项，那我们去协助做，他用各种捡来的材料啊拼凑起来。另外一个项目是最能够反映我们这种观念的话，就是海地项目。当然这个项目我们只是提案，后来没有机会去做。海地的状况是这样啊，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，大家住在帐篷里头，每一个人都吃了胖胖的。全世界要供养，束手无策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子党大部分的土地是集中在6个家族手里，也就是说整个城市大部分是服务区，是吧？除非你可以把所有人都清出去，但是不可能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束手无策。那非常多的设计师这个领域的人也是非常有责任感，帮他们设计很多类似这种房子，看起来很轻易就可以盖。但是只有这个思路吗？看一下一个短片，看他们是怎么盖房子。这个没有声音，在网络上下载的啊，下载回去。注意啊，它都全部用抛的哦。那水泥灌浆全部都是用桶包上，对，各位设计的时候，希望来照顾一下他们的肌肉啊。再一个短片看一下，这也是在灌浆灌水泥桶啊，它是从地上铲了又甩上去。
但是因为我们是设计师，我们常常站在我们设计师的立场，哦，认为说，最好是吹个气球，或者用纸板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人的观点，人的观点。对，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就是说，怎么样让居民的力量，他们的创造力能够加入到你的设计？你如果是看到刚才影片的时候，你的设计思维就觉得是这样子。这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方案，就是我们提供很简单的一个轻钢构，还有网子，其他是他们自己解决。哈、哦，这个网子的用意就是说，把我们那个建渣，哈、哦，现在埃及港大部分都还是这个样子，我主要头颅推开以后，大部分怎么样？他把敲碎加一点水泥就灌到那个网子里去。这个我们在四川的时候也是做的，那个网子里头你可以填土、炒土都可以。只要有钢，很简单的轻钢，还有网子，其他都他自己解决，哦，他可以因他人的所需。最重要的就是，这个只有社区的力量，他们自己可以解决，外人没有办法协助你。就是说，他土地的问题，他们怎么协调，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？要建立这种社区，他们彼此之间社区的协调各方面，不是外人可以参与。那也就是说，很多的问题不是设计师的问题，单向思考是不能解决的，你必须靠居民他自己。同样的观念，我们在城市里头怎么看这件事情？这个是我在去年底，深圳的那个保障法的提案的我的提案，叫做人民的城市。这个是 PASS 啊，这个好像自然生成的城市，但是现在这个 PASS 老城区大概慢慢的。消失掉了啊，什么样子？城中村也是一样啊。那这是经过规划的城市，跟地域差不多。可是台北，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以后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台北最有魅力的就是，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个矛盾？就是规划跟人民之间的冲突的矛盾，我们的城市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？城市里头市民的创造力哪里去了？这是不是可以把它找出来？这是我在深圳的提案啊，保障法的提案，就是说开发商或者政府做一个平台的架构，创造土地，创造一个合宜的土地。那中间的空间呢，是由居民自己去经营，或者是由小的开发商、小的施工队去做，它就可以反映出各种多样化的一种需求跟支持的面貌，这种空间就会出来。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在农村看得到的东西，在城市里头为什么不行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可以怎么做啊？这个东西不是千百万的农民的手。跟创造力，那在城市为什么不能出现呢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这未来地位的其实也是这个概念啊。这个林大总的宿舍，诸位有没有发现这有什么问题？你如果是设计师的话，你只能画十米，啊，施工队搞十米，为什么不把这个交给居民，是吧？如果说我们从事这些设计工作，不谈美学的话。看大家也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干这个东西没有价值，美学还是要谈。在这种观念之下的美学怎么思考？帕维诺有一本书哈，这个我想很多人看过，《未来千年文学的备忘录》最后一章，他谈到的是复杂、这种失控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在从事设计工作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会想到一个非常干净的东西，但是。复杂混乱失控，这可能是一个更精彩的东西。这个项目，一个是个项目，我们如何放弃创作者、设计者他个人的一个很强烈的意思，能够吸纳别人，这个不容易哦，不容易啊！我举这个例子来讲，这个项目是在2009年我们在深圳的一个双年展的一个作品啊，这是我的朋友，
那个荷兰的建筑师马马祖，他在台湾的北部自己盖房子，搞了一年呢，还是住在帐篷里。有一天他发现说，旁边有一只土蜂，只有一个小时就盖了那么好的一个建筑，他觉得非常，觉得非常，不知道怎么讲才好。他发愿想盖像类似这种方式来盖房子，所以他就有个提案。那这是双面展的时候，我们就三个人提案，还有另外一个软签约建筑师，三个人，但是意见搞定，好，每个人很强势，那搞定。最后我找一个我们在四川的那个工作人员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是非常有实践力，而且非常想象力，好，他加入，所以有四个人完全失控的状态，意见不同。虽然有一个简单的图，但是最后还是找我们这小伙子来做啊。他在路边找了民工，全也不动，民工也不晓得这是干什么。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在一个失控的状态。我们这团队的名字叫做 Weak。本来都是很强势的人，最后大家都不是 Weak， 但是呢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在那个广场边上的一个半废墟。乱搭建，失控状况，我是觉得非常有机的，超出想象，超出设计师个人意志以外的东西。当然，如果是没有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，这是定然不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当考虑说，设计师他的角色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他的态度跟他的方法跟他的价值观念是什么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最后很多植物也加入，等一下还有最后一个短片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感受一下羌族弟兄他们建立自己家里的激情。在山上杨柳村的村委会，村支书杨长青正组织了村民选拔施工队成员，明天要在谢老师的团队指导下自己组装青钢架子。杨青同学，你今天有五分钟了，这是我的团队指导，我也把你忘了。就好像今天上午我们看他们组第一个架子来的不顺利吧。
可是千万不要利用诱饵，大家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，有一个团队协作。全都是自己的，自己的。因为我们在农村也都待过很长时间，所以对他们盖房子并不会有关系。只是到实际状况的时候，让我更吃惊的是，毕竟有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，都回到市场，回到自己的餐饮从业。那他们的那种工作能力啊、技术能力，相对之下都超出想象。谢谢，请大家指教。